你好，我客气。你所认识的王力宏是什么样的形象？如果要你两秒钟之内想到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他，大家应该都会用优质或是阳光。第一次近距离访问到王力宏是2001年他发行唯一那张专辑的时候，也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他在音乐上的天分。一出道，王力宏就是被掌声跟尖叫声包围，让我好想了解一下。 这一次谢震耳玉龙的掌声落幕之后，后台的王力宏是什么样的心情？欢迎收看大明星小跟班，这次要访问的大明星是我一直以来每次只要组织他的活动都会心跳不已的王力宏。自己好 ，B棒，大家好。谢谢。听到这种欢呼声是习惯了，还是每一次听都会很感动？很感动啊。嗯，很开心啊，这会提起精神。是，我个人必须要公器私用一下，因为坦白说，一直以来我都是你的歌迷。哎，而且我曾经啊，在纽约的街头跟我妹两个幻想会在 Subway 前面遇到。常有的事啊。真的吗？你在哪里出没？跟我们讲一下。很多，常常在。 Times Square, Columbus Circle 那些，我要把它抄起来，因为那附近我也常去。没错，王力宏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他的歌一样，春雨里洗过的太阳，给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乐观进取的形象。这首歌的旋律听起来会有一种让人忍不住很想一直微笑的感觉。 在这支MV的拍摄过程当中，王力宏要一直不断的淋雨，但是这也代表在淋雨过后，是更能够洗涤一切的阴霾以及不开心。喷水前就是好像好几天没有洗澡的感觉，所以没有洗澡的感觉就是会有一点不知道，黏黏的。现在是干的，现在是 before 的样子啊。 头发 settle 了，衣服烫过了，可是等一下，全部都毁了，没办法。那吉他，几乎是每一个镜头都要淋雨或者是跳下水。吉他我们也是随意了，对啊，我都随意，吉他应该也要随意。 开始了，回不去了，只会越来越湿。刚刚那些有一些可以用吗？很多，还不错。So we're inside the car now, right? We're shaving, and it's raining when we shave. 讲笑话。现在马上就让大家来看一下王力宏的湿背秀喽。 整个早上要不断的拍摄在雨中的情景，你看还有彩虹哎，这是不是会让大家的心情很好呢？Oh yeah，春雨里洗过的吉他。 过的太阳，王力宏利用工商绝之语的旋律来创作，要带给大家更正面的感受。所以我这首歌打鼓的时候，我是想要模拟那个下雨的时候，滴滴答答，所以那个小鼓是打用很多碎拍，对碎拍。听这首歌会忍不住的一直微笑，不知道为什么。希望是这样子。 能够用音乐让人微笑，我觉得这是很有成就感的。对，我自己很喜欢这个歌，而且随时放，我都会觉得是舒服的感觉。已经很多年了，我都一直想要写一首跟下雨有关的歌。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一个创作写歌的人来讲，是一个必修课程。嗯，就是下雨这个题材，尤其在国语歌。
台语歌，兼英文歌，都是有一系列的下雨歌。然后我写到下雨的时候，我希望是很正面的，是会让人想要出去淋雨。我自己很喜欢淋雨的感觉，好像是被洗过之后，其实狂风暴雨下完之后，那个空气是最清晰的。是，那希望大家听了这首歌的时候，是有这种好像就算一个现在是面临一个比较困境啊，一个不顺利的时候，可是往正面的方向去想说，其实这个是一种重新来过的开始。对，被春雨洗刷之后，一切都会焕然一新的感觉。这个也是自己的词曲。是。为了更能够拍出自由的感觉，王力宏还特别让所有的摄影团队拉拔到了海滨公路旁。在车辆呼啸而过的路旁，更能够展现背包客的率性跟自在。把心情洗干净，这样子就太阳才可以出来。那现在面对吉祥，这样才会清晰水润。然后呢，我记得我第一次碰到你的时候，我那时候刚刚进职，是唯一的那张专辑。然后你在一个那，你那时候还没有做饭团吗？我那时候还没当饭团，那是之后。Okay. 然后嘞，那时候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出麦访问你的时候，我整个不敢相信是你本人站在我面前。然后后来我们中途出了一些类似像密集通告的比较好玩的。我们后来合作很多啊。对呀、啊嗯，然后你是不是还在饭店里面还做菜？嗯哼。然后还强迫我们大家，他的菜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花生酱。那能吃吗？花生酱就算了，他煮猪肉，煮猪肉就算了。